所以这样是对射死。对。一直过来，一直过来。第一次做什么？啊，我以为你上次跟我讲，我以为你之前就有做过，你还跟我讲说，不是你们从来都没有这样。没有做过这种的。哦。伸手。是哦，早讲你要是跟我讲到第一次的话，我好。所以问了好几次啊，水电也问了好几次，都 OK 啊。对，我就想说，你们说以前这样验都可以，不想你以前验，那以前有做过，应该都没有问题。这个流程很久才弄一次。哎，这位跑去哪里？跑去这一区，跑去那个天井水车间了。整车那里，再去，再检验。啊，刚刚那个罐的会流到哪里？会流到这边。对，啊，这边看得到。那个刚拿东西去捞。贴妈妈的。把水捞起来。哦，捞水，看有没有那个颜色一样。这也是专业的。检验，就是检验水的流向合格与否。大哥帮忙照，是啊，你要捞起来才能照。哇，大姐，拍板，过你。哎，大哥帮忙拍一下吧，这样拍，嗯。这样子，好，拉起来，对，看这边，一二三。因为后面洗衣机的地方倒出来就是流到这里，那就正确了。对，第一个点，洗衣机的蓝色侧点通过，现在我们再测另外一个点。可以看吗？可以了。颜色色调，换个颜色，换个红色。来，哦，10公分，到了。这一桶水10公分，然后加上一瓶吗？对，整瓶的色调丢下去，搅一搅。抽个3户或4户这样，那你可能就要做4次，我不知道他要抽几次，依规定。哎，聪明嘛，然后这个保特体，这样就可以捞了。测字捞桶子的四字。你要斜一点，你要这样子斜。好，还是那个颜色，
我来这边。这是三楼拜是吗？对，三楼。比较好看，叫建平弟弟。对啊，我是。哎，换边，换换边，没有，这比较亮。换边会暗点。地平叫哪里？地平哦，地平这边前面有25-26平哦。里面宽多少？里面叫4米5。有4米5。也有4米8的。不会弄围墙的吗？啊。不会。对啊，这样看起来没有开始。就是我们就这样子。好，看看停车。对啊，就是前面停车。我们就这样停车。他都倒进去了。嗯。好的话，加油，你看一下，帮我收。嗯，好。都倒进去了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再换水。这个水就是。不管你看没有。10公分，一桶10公分，高。来高温冰哦。不然，不然也可以，就之前的灌水来。没有，这样水会流来这里。对，够吗？够，流得来。真的，没有那么复杂。现在管子直接到这里。这个打开来。每个都打啊。对。我要带这个，这个要验。对。这一桶车是环保水车，来支援灌水，可以检验这个水的摄料是否到达这个口。刚刚是红的，现在是红的。等会再加油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可以吗？不要直接去。需要很久呢，不是，它是水车啊，水车这样，好，水车，水车啊，来来，好了，这个拿，高一，对，这样子，拿起，好，这样喽，对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好，小小，到。哎，就这个劲。哦，外面人口帮我开。好 ，OK。先开起来还是半罐？半罐。另外半瓶把它倒下去。好。然后倒外面去。好。这个另外是半罐，好的。另外半瓶直接倒下去，然后你外面赶快去开。好。啊，那个水车，你要下去啊，加压一下，谢谢。然后那个管。水车加压水下，更多的水下去，才能够跑到最全面的。外管，来看看外管有没有流出来呢？放不下啊！看不到，哎，可以，
哦，很棒。他想要徒手开啊，不好吧？嗯，看到他为什么？然后从社区的里面，波油，总结就是这个社区，我们这个社区呢，这个水呢，从里面排出来，那从中庭又排到这里，这里再排到马路去，所以如果都通了，那最后就合格了。以上的一个分享 ，OK， 拜拜。